你知道吗？鱼香肉丝这道菜啊，很多孩子都喜欢吃。今天就把家庭版的做法分享给您。里脊肉切丝，加盐、胡椒粉，少许生抽和泡好的葱姜水，抓拌至完全吸收后，加入淀粉，再次抓拌至粘稠。鱼香肉丝好吃的关键啊，就是这个料汁。一勺清水，少许香醋，一勺白糖，适量的生抽和淀粉，搅拌均匀。油热下肉丝，滑熟滑散，盛出备用。葱姜蒜下锅，炒出香味，放一勺豆瓣酱炒匀，放胡萝卜和木耳丝炒至断生，下入肉丝和调好的料汁，放青红椒，大火翻炒至肉丝裹满汤汁即可出锅。酸酸甜甜，好吃下饭，给你的孩子做起来吧。